这是积少成多，他做了四次。我们那时候抽血是843.2啊，哈。初估是双胞胎，现在的确看到两个胚囊，可是现在是六周，只有第一个看到心跳，心跳在这里。他累积了四次嘛，哈。哎，我们放进去。四次要放三个。放三个胚胎，积少成多。不过他记录昨天变一个廖小姐岛，他去你们鹿港的那个天后宫的，不，龙山寺的那个至尊娘娘拜的。